狗仔偷拍诺诺伺候双情人逛粉低拼二胎朱海军脱肚。诺诺跟歌手老婆朱海军结婚五年，育有四岁女儿，家庭生活美满。他还开创鸡排连锁副业，荷包赚饱饱。日前，苹果执行诺诺带其女逛百货公司，平日作风诙谐的他突变严肃，化身家人的最佳随护，对私生活相当保护。13日午间，记者在松山区百货公司捕获诺诺一家人，他手上提住精品品牌的袋子，带四岁女儿陪老婆朱海军逛粉地。朱海军当天穿着宽松上衣，看起来韵味十足。他牵住女儿四处逛，看到喜欢的不时笑容满面，看了围巾、太阳眼镜、腰带，看完又放回去，来个眼球血拼。反观 NONO 则一直站在原地不停滑手机，似乎是在谈公事，逛街全程都没什么笑容，但倒是精明地发现跟拍，还拿出手机做示范拍，在店门口站岗，当起老婆小孩的最佳随护。朱海军见老公这么严肃，还凑过来看发生什么事，但心情似乎不受影响，十足傻大子性格。朱海军事后表示，老公对跟拍很敏感，只要有跟拍常常会发现。朱海军现场虽然穿着宽松飘韵味，但昨天他录综艺非常赞时表示，女儿诺妹已经要上中班了，所以的却想要为她添弟弟或妹妹，但目前是还没有怀孕。当天穿的宽松是因为今年这种穿法很流行。至于生男生女好呢，我是觉得孩子健康就好，因为诺妹只有一个人很孤单，将来有了弟弟或妹妹，凡事还有个人可以商量，这是我跟老公的想法。